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有大约10%的人口呢患有偏头痛。那病发时呢，西医主要是提供止痛药以及预防性药物，同时规劝病人要调整生活方式以缓解头痛。那对于这个慢性病，中医又有什么样的治疗对策呢？今天的养生实善，一起来了解。偏头痛我们中医又叫它头风或者偏头风，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风寒湿气淤血或者气虚造成的头部的经络循环不畅而引起的头痛。偏头痛发作的时候是比较剧烈的，它通常会有那种跳动性的搏动性的痛，同时会伴随着一些头晕恶心呕吐，光和声音的刺激也会加重头痛的程度。偏头痛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因为压力很大、情绪不好所造成的。但是呢，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现呢，女性发生偏头痛的情况比男性来得多，这可能跟荷尔蒙是有关系的。女生在成长发育期的时候，来月经、生理期的前后，或者是在怀孕的这个阶段呢，特别容易出现偏头痛的状况，所以可能是跟荷尔蒙有直接的关系的。中医治疗偏头痛主要的方式是活血祛瘀止痛，那我们常用的中草药有羌活、川芎、天麻、钩藤和姜铲，同时我们也会配合针灸，因为针灸可以刺激痛点而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而缓解偏头痛。中医也发现，有些病人的偏头痛是因为长期疲劳、肩颈肌肉僵硬紧绷所造成的。用刮痧手法改善肩颈的气血循环，能有效舒缓偏头痛带来的不适。食物也可能是造成偏头痛的主要原因，这可能呢是对于食物里面某些成分敏感所造成出来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呢，有些人对咖啡因敏感，例如咖啡啊、茶、巧克力或者是一些可乐的饮料，他们会产生偏头痛的一个反应。有些人会对食物里一个成分敏感，这个成分叫做酪氨酸 tyramine。 那酪氨酸呢主要出现在红酒和陈年的乳酪里面，吃了这些食物之后呢，也可能会出现偏头痛的反应。还有一种称为 cetrazine 柠檬黄的人造色素，也会令一些人产生偏头痛的反应。这些鲜艳的橙黄色主要是添加在糖果、饮料、雪糕等零食中，让人更有食欲。偏头痛呢或许不会致命，但是发作起来的剧痛呢可能持续一两个小时，甚至是一两天。患者通常需要在比较黑暗和宁静的环境中来休息，等待疼痛慢慢散去。除了这样，还有什么样的方法有助于缓解偏头痛呢？痛的很多症状呢都是属于搏动性的头痛，那搏动性的头痛久了之后会发现肌肉很容易出现一些酸痛的感觉。那在食物上来说呢，有一个矿物质就是镁 magnesium， 对于减缓肌肉酸痛是很有帮助的。镁主要大量存在于绿叶的蔬菜，比如说像小白菜啊、奶白啊、菜心啊、苋菜、菠菜等等呢，这些里面其实都有蛮丰富的镁。说到小白菜，很多时候是用快炒的方法来做，今天呢我们来一个不一样的做法，用小白菜做一个韩式煎饼，有清爽的口感，完整的叶子也能让煎饼看起来比较漂亮。面粉加盐、鸡蛋、小虾米和上汤，拌匀做成面糊，掰开小白菜一片片沾上面糊，煎到两面金黄，搭配由辣椒粉、芝麻、酱油、米醋和葱花调的韩式蘸酱，小白菜煎饼完成了。偏头痛发作时剧痛难耐，中医推荐一个简单有效的舒缓方法。用食指的指尖在最痛的地方像梳子一样，就是快速的来回的摩擦来缓解偏头痛。那基本上每次大概要做100次，早中晚饭前饭后都可以。这边要稍微提一下呢，深绿色的蔬菜里面的草酸成分会比较高，那草酸呢会影响一些矿物质，比如说像钙质、铁质或者是镁在身体里面的吸收，所以会建议呢在煮食的时候呢利用一些加热的方式，比如说像穿烫、蒸煮、煎炒，可以减少草酸的含量。有些钙蓝比较老，茎又粗又硬，你可以先去皮，口感会比较好，然后用热水烫一烫再烹煮，这样也可以保留翠绿的颜色。锅里加入大量橄榄油和蒜头，
低温煮30分钟，直到蒜头变软。这就是西餐常用的油封蒜。汆烫过的盖篮淋上蒜油，放入平底锅烤到呈褐色，用盐跟胡椒调味，搭配油封蒜上桌。中医师推荐的另一个方法是用热水泡手15到30分钟，可以减轻头痛症状。原理是当手部血液循环充足的时候，脑血管充血量就相对会减少，头部的压迫感也会减轻。镁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除了可以维持正常的神经与肌肉功能之外呢，其实也可以强化我们的免疫系统呢，还有帮助我们维持一个健康和坚固的骨骼和牙齿。除了绿叶蔬菜、黑巧克力、豆类、坚果籽类、鱼类等食物，也含有丰富的镁。如果从天然食材里面去摄取镁的话，一般上都不会出现过量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是通过保健品去摄取的话呢，就必须注意每天不可以超过350毫克，因为一旦过量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腹泻或者是肌肉酸痛的副作用。接下来要做一道奶白肉丸汤，冷水下猪软骨、鸡脚、干贝、香菇、枸杞、当归和虾米，中火煮1个小时，让食材的鲜味充分地渗入汤里。肉碎用五香粉、玉米粉、胡椒和盐腌制，搓成肉丸，放入汤里煮熟，加奶白、枸杞就完成了。偏头痛通常是跟我们生活作息还有情绪有关系，所以生活作息方面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不要风扇冷气一直对着头部吹，洗头之后呢，你一定要把头发吹干，不要湿漉漉的搭在肩膀上，因为这个湿气或者寒气都会进入我们的经络和我们的身体。现代人的压力会比较大，这个其实也会导致偏头痛的发作，所以我建议大家做什么事情都最好慢半拍。很多人习惯用止痛药来处理偏头痛的问题，那我会建议呢，除了止痛药之外，可以从饮食结构方面去检视一下，比如说去避开一些可能会引发偏头痛的食物，然后呢，在天然食物里面补充一些镁，帮助你减少这些偏头痛的不适。